啊，主要是回圈位数加总。那什么叫回圈位数加总啊？它主要就是它的这个设计说明里面啊，它说请使用回圈叙述，要求输入一个数字啊，此数字代表后面测试的那个资料的数量。哎，对，所以它第一个要就是要测试的次数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每一笔测试的资料都是正整数，然后将什么呢，此正整数的每一位数全部加总起来，所以它第二个回圈是要把每一位数字加总起来，那大概这样。不过有的时候它这个题目叙述的我觉得不是非常的明确，所以常常有的时候你光看完题目之后你还是不知道它要你做什么，所以我也常常这样，后来就干脆看下面好了，有没有输入一，意思就是跑一次加总下啊，再来第二个是你要把这些数字加总的结果，所以基本上第一个回圈是跑一次，第二个的话是把这些数字都把它怎么样加起来，9加8加7加6加5啊，最后的话呢就是要把35这个结果把它怎么样输出。那前面这个叙述只是说加总的结果，这些的加总结果是35，而要把这些叙述把它 print 出去，应该可以看懂意思了，只是说前面多一个这个一感觉就是怪怪的了，不过它意思是这样啊。再来底下有个另外一个例子，我本来看上面看不懂为什么有个一后来呢看下面就慢慢懂三，意思就是要跑三次的意思啊。那第一次的话就是先加总32412结果是12，再输入第二次跑一个0，加总是0，第三次是跑这三个7加6加9结果是32，意思就是跑123啊，上面就是跑三次，他要你做这样吧 OK， 应该这样就比较懂一点点，只是说呢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把每位数字都加起来啊，当然比较直觉的啦，是这样。我的直觉想法是，直接怎么样呢？你可以把每一位数字，如果说把这个数字当成文字看待的话，当文字看那你可以什么？先抓第一个字出来，加第二个字、第三个字、第四个字，那第五个字全部把它加在一起也可以。可是问题是它是数字，你要把它变文字的话，你要转型。转型之后的话呢？然后再把这个当成是一个 list， 一个清单，有没有？那清单的话呢，它顾名思义啦，它这个位置的话，第一个就0，第二个就1，以此类推到4，0到4，那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 ，OK。如果你把它当文字看，可以这样写。但是如果你不把它当文字看的话，那你可以用那个把它当数字的话呢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可以用那个什么求余数的方法。什么求余数呢？就是说我把这个数字除以10之后，除以10余多少呢？余除以10的话，余这个数字余多少？余5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可以抓到第一个数字了。然后再来怎么样把这个数字去掉，那怎么把它去掉呢？一样你可以什么把这个数字呢除十应该有印象吗？除以十之后呢的整数部分所以呢的整数部分就是本来除以十应该是9876.5，对不对，如果你除十的话呢，就是它除完之后只剩下9876，没有五，那不就刚好怎么样？刚好就是我们已经五取得了之后再怎么样再去用 person 一次。把什么把6取出来，然后再除10，再把7有没有6 5，不就全部五个号码都取得了取得之后再把它累加，可不可以？也可以。所以第二种方法是用什么？用 person 加除可以做出来，两个方法啦，看哪一种方法比较习惯反正结果都一样，都没有问题，都可以做出来，只是说你可能要至少要想出一种方法那当然比较直觉的啦，我是觉得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用那个自串的方法切因为我比较熟悉，对吧？切一个加一个，切一个加一个，切一个加一个，这样感觉比较，只是要转型那
至于要怎么做哦，三零八好像在哪边？在我们的第几页呢？哎，其实在第三至二十页里面其实也有。三至二十页里啊、哦，对，三至二十页这边就有答案了。不过它这个用的方式，它是用那个 person 加除除，它没有写那个用那个文字的方式切了哦。不过这些我都有写出来放云端上。不过你可以想想看怎么做，试着想想看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那这一题相较于前面几题，好像感觉就相对的比较复杂一点点。好 ，OK， 试一下哦。